这嘛都唔是对节问题，是代志是你做诶，你都爱家己负起责任，唔是即马要去找刘志胜啥？我爱找伊算啥行为，真系受过超过，受过卑鄙啊！啊，你看阮萱萱老师，伊敢适合做你的大汉媳妇啊？阿姨，那是万一，我当然嘛足欢喜啊！要陪伊过一个所在，可能是要你斗相共。相信你的放心。 那什么时候才说要到沙冈？叫你还我，我一定尽力。什么拢无做，就害我甲清秀已经冤家呢？你若真正开始做啊，我甲清秀不要离婚啊！我真正唔知萱萱会找清秀讲。潘姐，请问你是多久的兄弟啊？无什么好参详的，你若想要去陪我耍球啊，看你是不是迄个胆，这是我耍球场，不准你来拿。你们两个。 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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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题是你的心态，是安怎？你就是不肯面对即马。就算安尼，迄嘛是我的代志，甲你无关系。你莫当遮咧甲我使人啦！我是真正，你去当家，我阁王甲失笑。敢讲你袂记的理由，是较早是一个虾米款的人呢？我希望你暗间啊，迄边的工课。 会当心疼落来，这沙石仔背后，你心大，这代志嘛是无好啊处理。参照种意外，以后嘛是常常发生，无必要为着我甲文哥伫个心里场的竞争，就破坏恁三人关系咧。对啊，你是创啥？恁家文哥讲好啊，啊不过我无讲好。莫拖沙，心痛放好去。 不见我爱我讲出嘴，拢嘛是一字，笑嘛是一字，彼此爱我的勇气，笑孤单要醉无意义，爱情啊使人放袂开。 孤单要醉无意义，爱情啊。